第二届 Dicon 创作大赛香港区的冠军得主 Jasper。是阿 Tim 的地獄之邪神。贵君是 TM King 的。恭喜晒，恭喜晒。嚟緊，月尾係28號星期日，7月28號，係啦，喺邊度可以真真正正睇到嗰五件作品咧？灣仔會展，香港嘅動漫變換節，下午3點鐘，係啦，星期日，嚟到你就會知道究竟邊五件作品可以即係喺呢一個大窮嘅展櫃入邊展出，咁啊到期時嘅大會司儀之一會好好咁樣同大家介紹一下。係啊，會啊，我喺上台會同大家去一起分享玩大強嘅喜悦嘅。同埋會唔會介紹埋東華？當然會啦，到期時見啦。好。